统机关的青年团组织了一次关于防特保密的报告会。同志们，现在我们请军区保卫部的赵科长给我们做报告，大家欢迎。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但是国内外的敌人是不甘心我们这样做的，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他们用尽了一切阴谋诡计来阻挡我们走向自由幸福的未来。敌人就是利用了我们某些同志在胜利以后的和平麻痹思想，用种种的卑鄙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同志们，现在我愿意把我在部队里面亲身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告诉给大家。在我们机关里曾经丢失了一件极机密的文件，我们机关的保密制度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文件怎么会丢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怎么搞的？动作那么慢。老黄，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七点钟电影票都买了，你看连走路回家吃饭换衣服一共才三十几分钟，那这不急死人呢。天天这么搞也真麻烦，过去没建立保密制，也没听说丢过多少文件。咦，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明天礼拜天到哪儿玩去？明天早饭后我等你。好，小王，一块走。谢谢。给来。王参谋，你这火气可没封好，你是不是在？哎呀，小旭，还有要紧的事儿，这点小事就别去挑毛病了，下次一定注意。好，你看，你看，我已经三次了，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哎，好。哎，王参谋，王参谋，你的牌子。忘在办公室里头。谁呢？把这台局长洗洗。哎，小玲儿，今儿个咱们到动物园去玩啊。好呀好呀。
3毛钱。不能多给点吗？那好吧，给您4毛钱吧。最近好像有人在盯着我，要小心啊。上头叫你多注意偷听那个姓王。上回你卖给我那几样东西很好啊。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破获了一件很重要的案件，要不然文件落在敌人手里，那将会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赵科长啊，我们现在马上就进行第二步工作吧。好，那件东西。什么东西？一个文件。什么文件？几张纸上面有字儿啊。是不是装在口袋里的？哎，对对对，在哪儿？不知道，早洗烂了，扔在垃圾箱倒走了。走，你怎么就不拿出来？通知我说你回家找75号文件来了。是啊。找到了吗？没有，被保姆洗烂了，扔了，都给我粗枝大叶把文件搞丢了。这是敌不正，你被敌不了。
什么算？把密件没交到保密室去。公文包我早交去了，可是还有这本，我忘了放进去。我想这点小事情，算了吧，带回家去，也出不了问题。所以，谁想到，事实。已经证明，这绝不是小事情。我看过一个边防卡哨上捕获匪特偷越出国境的报告材料。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的边疆战士英勇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对调动的消息，特务怎么会知道呢？追查起结果，原来是这样的。酒眼上了，口渴了你才挖井，啊！哎，这可是军事秘密啊，可不能乱拿啊！嗯，啊！哎，我借老乡的东西整理整理，后天吃饭早饭马上就还。这可是军事秘密，别乱嚷嚷啊！哎，这可是军事秘密啊，别乱说。后天要出发，昨儿咱们上街照的相片怎么办呢？谁说的？到哪儿去？哎呀，没错，伙房都准备还家去了，说是跟一三团调访。哎，听说咱们营要到蒙平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我们昨天照的相片，你能不能给赶一赶呢？明天给洗出来。哎呀，张同志，你又不是照了一次两次。哪能那么快、啊、哎，我最早也得礼拜四的下午才能洗出来呢。糟了，这家可耽误了。怎么，有什么急事吗？是啊，要出发了。你可不要跟别人讲啊。那是，我们后天要出发。
说也是来不及呀、啊。那怎么办呢？就你们一个连走吗？让别的连给你捎去不成啊？不成啊，我们全团呢、啊、都得走。那好吧，张同志。不能白给你花钱，等洗出来之后我给你负责人寄去怎么样？那好啊，你留个地点吧。行。我拿了这封信，连夜就跑到这里，刚要过界河，就叫你们给抓住了。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8:36，你到北京吗？你呢？也是。哦，你是在北京工作？我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到北京考大学。贵姓？我姓张。一早张，我叫张河，长江黄河的河。你呢？我叫苏冰，苏联的苏，冰淇淋的冰。谢谢你。哎，林青，哎呀，张河，真巧极了，可不。从哪儿来？开封前线回来。哦，前线很紧张啊。那还用说？你可不知道，最近又调来了好几个高射炮团，前几天连着打下来了敌人十几架飞机。林青，你是没去啊？前方好多新玩意儿，咱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只要你到前面去看一眼咱们部队那装备，解放台湾呢，那得叫四个大字，不成问题。哎，要是能到海防前线去工作，那多有意思。哦，我还忘了给你们介绍呢，这是苏冰同志，以前也在部队上工作。这是林青同志，我的同行，记者。林青，坐吧。哎，最近你可学了不少东西，报纸刊物上常见，真是个多产作家啊。那些都不成玩意儿。李
注意一下，在这样公共的场所里，还是不要随便乱讲不对的问题了。这没什么，沿海老百姓天天见，谁不知道？哎，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乱讲的好。对对对，咱们还是小事谈吧。这些小事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好吧，咱们不谈了。你看，这些照片都是我这次拍的，你看就明白了。张同志，我可以看看吗？当然可以了，不过照的不好，都是这次采访时候随意拍的。其实这几张，公室里边的光线太糟糕。呵，这么大口径的炮啊，真够蒋介石吃喝的了。哎呀，太伟大了，这个炮真大，哎呀，足有三个人长哎。请注意，买到第一次饭票的，请去用饭吧。各位旅客请注意，买到第一次饭票的，请去用饭。吃饭去吧。哎，我还没买票呢。不要紧，到餐车上临时买也可以。那好吧，咱们好久不见了，你喝他两杯。苏斌同志，一起去吧。不，我不会喝酒。不喝酒随便吃点。不了，刚吃了点心，谢谢你们。哎，都是自己同志嘛，可不许客气啊。真是不客气。那我们走了。还是带着吧，车上人杂，别弄丢了。没关系，丢不了。你说我放在这里，谁还敢来掏我的挎包？苏斌同志，请你帮我们照了一下吧。好的，你们去吧。
上厕所了。张和，我听说海边上有许多特产，明天咱们就要分别了，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吧。哎呀，对不起，这回我什么特产也没带。哎，要不这样吧，这回我先送给你一张照片吧，这应该算是海边的特产呢。奇怪，我那包照片不知道哪去了。我看在这里。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姓苏的女人，那是台湾派出来的特务分子。赵科长警惕性高，这些照片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不就等于把国防前线的军事机密都告诉了敌人吗？而且你这样不按规定的乱拍照片，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汽车团在去年最紧张的运输任务中，连续发生了几次失事的事件，直到最近肃反运动中才把这些事情彻底搞清楚了。破坏车子的是混进我们汽车团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要不是我们炊事班的孔永泰同志揭发检举，这个狡猾的特务还死不承认。哎，老孔同志，你谈谈吧。哎，哎。那是我们汽车团接受了紧急的运输任务，头一天，文工团到咱们这儿来唱戏，事情啊，就出在那天晚上。真是命里注定了，文工团来了，偏偏又赶上值班。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新疆民间歌舞，演出者卢正文、傅金鼎。Yeah, you look.
小合唱，这绝不是小事情。董小武作词，高如星作曲。看热闹去、啊、看呢、啊、我帽子忘在车上了、啊、谁呀、啊、嗯谁呀、啊、我老孔啊啊老孔啊、哦、孙亮是你值班啊是啊哎你这可就不对了、嗯、值班你值到哪儿去了我就在前面这个哎这要是有个特务碰上把火什么的你担得得起啊我也没走远嘛我就在前面那个车顶上了吗哎他只要有缝风就会往里头钻让你值班看着这么多车子这可不是件小事啊就这样可谁知道人心隔肚皮呀、啊、孟师傅会是个奸细嗨那功夫啊
我也是警惕性不高呗，这脑袋瓜里头啊缺少点正直啊。哎，这不是第二天车子出了事，我心里头啊也动了一下，可又怕弄错了，我哪能呢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要是惹下人家孟师傅不痛快，那该多不好啊。哎，要不是这次速反运动啊，我还迷惑着心眼呢。有一位杨同志，过去他在战场上非常勇敢，曾经立过好几次战功。最近他想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从各方面托人给介绍对象。他的条件是：第一，要年轻；第二，要漂亮；第三，要有文化。至于政治条件嘛，反正是找老婆，又不是选拔干部，没什么关系。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乡，又是幼年的同学，谈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几个孩子了啊？哎，你问的太早了。怎么？我还没结婚呢。怎么？像你这样的有功之臣，年龄也不小了，还没有太太，那可真是。哎，是不是部队上不许？不是的，组织上。杨同志，洗脸吧。今天的菜做的不好吃，没吃饱吧？哎，不，我吃的太饱了。这边坐，老杨。究竟原因何在呢？组织上倒是很关心我的婚姻问题呀，可就没找到合适的。你看呢，帮忙的人倒不少啊，你替我参谋参谋。我可不是杀你的风景啊，老爹。依我看呢，凭你这多才资，这些都配不上。这可是终身大事啊，千万可不能马虎。是啊，我就是为这个，所以始终没能肯定。老杨，我给你介绍个怎么样？真的呀？是我那人的表妹。哎，你去把蓝妹的照片找来吧。哎，哎，首先呢，她政治上进步。哎，这一方面啊，都没多大关系。不不不，这一方面首先应该向你保证。听说他快要入团了，品行好，读书好，相貌嘛也不错。我看这样吧，下星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先交个朋友认识认识啊。杨同志，这就是他的照片。
你瞧瞧，这些都是党内的秘密文件，没什么看的。你要看，我找几本有趣的画报给你看，啊。闹了半天，你还是把我当外人看呢。哎，谁把你当外人看来的？我是说，这上面尽是部队的事儿，与你没多大关系。得了得了，你别解释了。你是不相信我？要不啊，那书里边准夹着有别的女人的什么东西。你看，唉，爱情早晚是要痛苦的。好了，我走了。哎呀，这些你看怎么又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来，坐下坐下。谁说不叫你看来着？看吧，这里面是不是有女人照片啊？我不看了。哎，这可是绝对机密的，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你要怕我告诉别人，那你就别给我看了。我可保不住。我很满意你这次的工作，这份情报很重要，很有价值，决定要给你一份奖金。正确的恋爱，组织上不但不反对，而且还一定会帮助你。那么支部书记，
组织上是不是认为我在搞不正确的男女关系呢？我们认为你对对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以及历史情况都了解得很不够，这个事儿啊你可要提高警惕啊。她一个念书的女孩子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呢？我看组织上对这些小事情也太大惊小怪的。不，这绝不是小事情，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肃地处理个人的婚姻问题。听说你们最近酝酿着要结婚，组织上不同意吗？是的，你们认识才两三个星期，支部认为还值得你慎重考虑。应该慎重的考虑啊。还是要痛苦的。首先呢，他在政治上进步，听说他快要入团了。该犯系中统特务
姚品芝的表姨妹，三青团员，女流氓经常改名换姓，通过乱搞男女关系来腐蚀革命干部，并多次盗窃机密文件，探听军事情报，现已敌普审讯。根据我们从公安局了解的材料，这个女特务曾经用过八个名字，乔装打扮成八种身份不同的人，跟我们的机关干部和部队干部一共搞了八个对象，并且利用这种关系盗窃了许多机密文件和军事情报。你就是这最后的一个。九连有个战士名叫胡栓柱，因为他的年纪很轻，所以同志们都管他叫小胡。可是同志们喊他小胡的还不如喊他小迷糊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小胡同志虽然工作学习都还不错，就是有个爱睡觉的毛病。正因为有这么个爱睡觉的小毛病，却犯了一次大错误，险些连自己的性命也给丢了。小胡同志，有人来看你来了。哦，排长同志，你来了。怎么样，好点了吧？好多了，过几天就可以回去了。保卫部的赵科长来了解一下你那天发生事情的经过，你好好的跟赵科长谈一谈，回头我来看你啊。是，排长同志。对，就这么躺着慢慢谈吧。我们班调到14号仓库担任警卫工作不久，离仓库不远的地方经常有一个修理皮鞋的来摆摊子。哎，老乡啊，给补一补。啊，你脱下来我看看。等一等啊。好，老乡，哎，好了吗？好了，好了。哎，迷糊，今天晚上1点到3点是你的岗，别再打迷糊了，小心排长叉烧的时候抓住你的小辫子。哎，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爱睡个觉打个盹的，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你管不着。哟。你们真辛苦啊。没啥，一夜才轮上2个来钟头。你们那么多人干嘛一天一班哨啊？干部们也站岗吗？人倒是不少啊，可站哨的地方多呀。别的班啊在山上门口后门口，仓库这儿就咱们一个班轮流着。是对的，咱们这里是国防弹药仓库，是咱们武器的粮仓，敌人必然会想尽办法来破坏。走吧。
犯了那次错误以后，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是啊，你们排长要是再晚来几分钟，这么一大仓库武器弹药，不就白白叫敌人给破坏了吗？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看作是个别现象，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同志们，请检查一下吧，这绝不是小事情。